我们的台东的首长都是这个台东的子弟，所以将来你们一定会非常有成就啊。第二位，我们介绍台东县警察局局长陈永立，陈局长。欢迎局长。接下来是我们台东县教育处林坤华林处长。黄校长，欢迎黄校长。育人高中校长林光辉林校长，欢迎校长。消防局局长管建新管局长，欢迎管局长，欢迎。市公所市长特助方贤仁方特助。接下来我借各位的双龙热烈掌声，有请我们台东县副县长张基义张副县长上台为我们。